青云境最大的秘密就在这大地之中，幽冥大魔。只要你答应帮我封印它，我就给你补天石。但要想镇压幽冥大魔，青云诀必须修炼到十层以上。我们三人的修为都不足够，只有合三人之力，才能将幽冥大魔彻底封印在护山大蛟体内，镇压在青云山下，阻止其祸乱人间。你竟然骗我，去死！师兄。